大哥，你醒来了，感觉怎样了？我的伤势。你伤得真严重，幸好赶紧送回，否则效果不堪设想。大姑呢？你先别着急啦，风逍遥大哥吼，伊无代志。时间尽情把握。大哥啊，你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，一定要赶紧处理才是啊。这是不对，小如啊，赶紧医治啊！这命针，哈！啊，为什么你的目睭会流血啊？难道这也是五邪剑法的后遗症？小如啊，状况到底怎样咯？这大哥伊伫咧对抗血不染的侵袭，但吸收的下气活动就必须越强行压制，所以会有七孔流血的情形发生。而且大哥的下气已经名医前辈唔收留下这名金刀嘛，赶紧手术啦！但我无把握，我根本无把握。一旦手术失败，大哥的性命会……啊！你不是说你有把握医好我？大哥，卖怪小如，是我叫伊这样讲的。为伊报仇，我需要血不染的力量，而且早就已经是开脑九零九滴的。啥？为什么你骗我？你又骗我？我这个仇我等了真久真久，终于结束了。你太戆了，这无值得你这样做。呀，别英子。我未当看你一毛，我不能放弃你。小如啊，有办法吗？敢有办法？对不住，大哥已经被魔气侵袭，就算现在开脑成功，也可能只有两成恢复的机会。啊！连你也保不住，我算什么大哥？我算什么大哥？对不住，是我无路用。如果我有时阵的意识，我就能，我就能。恁这样怪罪自己，只会使我更痛苦。小弟，大哥，扶我起来。你要从什么？其实。有最后一个办法，能够救我。什么办法？